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五百罗汉向天台，祝愿前方安如来，万千万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我们将引领大家走进混元禅师的艺术天地，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感受宗教与艺术结合，墨宝本身所具有的宗教意义与截然不同的艺术境界。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其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五百位尊者围绕阿弥陀佛圣像四周端坐其中，尊者们各有独特的姿态神情，各用不同修行法器。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一一凝望，似能感受尊者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正在启示、指引、加持、护佑众生。今日由宗主混元禅师以身口意供养，借由毛笔呈现五百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特别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在五百罗汉如来园顺利求子，家庭圆满。我们维新圣教在这里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啊交子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身口意供养挥毫。
开来看，开来开开，一来开，喝了喝，一来喝，开开了，烧了烧了烧了，那儿要晒，哦，烧烧要晒烧晒烧晒晒晒晒晒。一池因缘尊者，宗主开示，这位尊者是五尊者，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水泽劫与风泽中伏两卦之间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一池因缘尊者。迦那提婆尊者，宗主开示，这位尊者是文尊者，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的雷泽龟妹卦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迦那提婆尊者。维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混元禅师序言中，让我们了解龙形如意字体的背景渊源。
龙行如意墨宝的精神内涵，也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龙心龙性拥有更深刻的体悟。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经营，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均浮现龙形之字体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遍行虚空，奥妙无可言喻。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破邪神通尊者，宗主开示，若遇邪神，可以一直供念这位尊者圣名。破邪神通尊者是五尊者，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的天地匹卦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破邪神通尊者。每天要打拳啊，接着用的拳法啦，所以他们会证阿罗汉果。家里在画，画不来的。看他的这个这个住出来的他们的修法心法都在里面。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啊，来带我讲个小故事。有啊，有啊，小故事今天这里是大故事啊，看这个地方谁说谁说哪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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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三字尊者。宗主开示，坚持三字尊者是闻尊者。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天地匹卦，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坚持三字尊者。开车开车要自己坐，阿拉开车要自己坐，开车要自己坐，开开开车要自己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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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坐。心中一想法。阿耨罗陀尊者，宗主开示，这位尊者是闻尊者。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的天地匹卦，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阿耨罗陀尊者。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龙是上腾。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八十三年十月，书写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今年2022年，浑元禅师再度提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坚不可摧的金刚心。日以继夜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柔性与慈悲，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精进。
要现在造，阿拉那拉那拉要杀他就。鸠摩罗多尊者，宗主开示，这位尊者是五尊者，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的封地观卦，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鸠摩罗多尊者。宗主开示，这些尊者们都是住在高山上，每天打拳修行，进而证得阿罗汉果。尊者们的修行都是独自一门，生生世世所累积的智慧皆有不同的渊源，有的这一生修的法是从道教契入，有的从佛教成就，有的是经由自悟而成就当世修行。南无广禅老祖大天尊，南无广禅老祖大天尊，独龙皈依尊者，宗主开示，这位尊者修行地在印度边界，是五尊者。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地狱与封地关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独龙皈依尊者。2022年岁次壬寅，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
依循维新圣教经典，祈求世界和平，奉请五百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五百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浑圆禅师一笔挥洒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八十老翁浑圆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前进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整个空间有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布满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行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祈愿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Yeah.